牛岛是济州岛最大的离岛，只需要15分钟的航程就可以抵达，所以非常推荐到济州岛，也可以安排去牛岛玩哦。今天的影片会带大家环岛一圈，其中也包括知名的牛岛八景，只要跟着走一圈都会经过。地图上也有标示相对的位置给大家参考，接下来就准备出发吧。在济州岛自驾游的话，港口旁边就有停车场可以停车，下车之后往这个方向可以直接到候船室里面填写这张乘船申请书，去程一张，回程一张，所以总共要填写一模一样的两张。很多人一起去的话呢，最上面派一个代表写就好了，其他人的资料就写在下面的栏位。写好之后跟着护照一起拿给柜台购买船票，一张大人的来回船票是10000韩币，船的班次就还蛮多的，每半小时就会有一班，跟着人群排队就可以准备上船了。上船前要把船票跟刚刚写的其中一张申请书交给工作人员，另外一张是要在回程的时候给，所以记得要收好。船的一楼主要是给车子停的，二楼主要是平面，大家可以脱鞋到里面啊，坐着躺着休息。往上走到三楼的话，是一个室外的座位区，因为风真的很大，所以戴帽子的人要特别注意。接下来就要出发牛岛啦。一下船就会看到很多这种租电动车跟脚踏车的公司，大部分也都有说中文的工作人员，所以很方便。第一间右手边的 GoGo Sign 有3轮电动车，一天是35000韩元，但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就后来到另外一间位在左手边，租的是电动脚踏车，一天10000韩币。如果你要租前面有置物栏的这种车款的话，是15000韩币。租车要抵押护照，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教你怎么操作，接下来就可以出发了。如果你是2到3个人以上的话，你也可以租这种电动汽车，会比较划算。一台是坐2个大人，如果要租小型电动汽车，记得就要带国际驾照哦。绕牛岛一圈大概是11.3公里，路边也都有蛮多店家，像是咖啡厅、商店、餐厅等等。这间有咖啡、啤酒，也是一个纪念品商店。纪念品的话，有一些造型笔、图案跟款式的种类超级多，不只有济州岛的元素，也有其他图案，还有这些小杯子，图案都很缤纷可爱。商品种类很多元，有居家杂货、文具、各式各样的日用品。接下来继续往前的话，旁边这边有咖啡厅跟卖烤肉、饮料的餐厅。右手边的是海鲜餐厅，这里有一些鹭鸟雕像，像这样任何一个海边啊，都很适合停下来拍拍照。这个的话是一个海螺造型的装饰艺术，也是可以拍照打卡的地点。这里有一间咖啡厅，旁边的小店卖的是鱿鱼造型的鸡蛋糕。对面看到有很多人穿着救生衣，坐上快艇，看起来也是一种蛮刺激的水上活动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牛岛的特色之一——西滨白沙，也就是珊瑚海水浴场。沙滩是由红藻石构成，很特殊。如果是赤脚走路的话，就会有一点痛，是大颗的石粒。这边的水很蓝，也很清澈，有很多的游客会下去戏水或是踏踏水。对面有卖炸酱面、海鲜面等等的餐厅，旁边也是一间咖啡厅。这边的话是一些海鲜料理的小吃店。右边这间有鲍鱼粥跟生鱼片、炸酱面跟鱿鱼等等。旁边黄色的建筑物也是咖啡厅，这间有卖一些饮料跟甜点。右边这间咖啡厅有玄武岩跟花生的冰淇淋。这边因为靠近另一个港口下牛木洞港，所以也有很多可以租车的店家。前面的咖啡店有花生冰淇淋，这是一间旅馆，也有卖饮品跟点心。
旁边这边遇到了一个戴着橘帽子的石头爷爷，也有椅子可以坐着休息。路边随便一处海边都有很漂亮的风景。这间的话是牛岛海女食堂，它是由牛岛当地的海女开设的。这间有卖像是海鲜炸酱面跟炒饭、炸肉等等。这家牛岛石墙屋有卖紫菜包饭，还有章鱼拉面、海鲜炖豆腐等等。对面的海边有一个板子，写着是海豚经常出没的地方。虽然没有很幸运的看到海豚，但也是风景超级好。路边的矮墙有一些缤纷的插画，上面是在画一些当地的故事，可以看到传统古屋、农村生活啊，跟海女、橘子树等等。右边这边卖的是海鲜料理。这间有卖猪肉汤面跟血肠汤饭等等，也是一个韩国的传统小吃。旁边的也是海鲜料理，可以吃到生鱼片、鲍鱼、大酱汤等等。隔壁这一间是我这次要吃的，网友推荐必吃的鲍鱼粥。这边的海鲜都是由海女亲自捕捞，除了鲍鱼粥啊，还有海鲜面、海螺面、川烫章鱼、海螺等等。另外也有啤酒、玛格丽酒。在这之前，店家会先端上三种小菜，接着热腾腾的鲍鱼粥就上桌啦。是看得到鲍鱼切片的鲍鱼粥，很真材实料。然后因为是有加一些内脏下去熬煮的关系，所以鲍鱼粥会呈现这种绿色鲜甜的口味，再搭配上海带芽跟腌萝卜还有泡菜一起享用，不腻又非常好吃，非常推荐大家来试试看。往前这间缤纷的小店有贩售造型可爱的甜点啊，从餐点到店的外观都超适合拍照打卡。这里又看到了一个海螺的装置艺术。旁边这间有卖自制黑咖喱跟海鲜汤面，右边卖的是生鱼片跟海鲜料理，像有鲍鱼粥啊跟章鱼拉面等等。前面这边也是卖海鲜料理的餐厅，左边这个用石头堆起来的是烽火台，也是瞭望台的一种，它是朝鲜时代的军事通信设备。这里也是牛岛的最北端，旁边还有一个这个纯白色的灯塔，吸引了很多游客去拍照。旁边可以看到很多的石头堆，据说只要诚心祈祷并将石头堆得高高的，愿望也就更有可能会实现哦。这个烽火台也可以爬上去，可以看到整个海岸的风景，视野很好。旁边有设置一些凉亭，可以坐在旁边休息。这间是咖啡厅，有卖各式饮品跟点心、三明治。店前面放了很多的椅子，可以躺在这里晒太阳，也是很惬意。旁边也是咖啡厅，有咖啡、饮品跟冰淇淋。隔壁有一间礼品店，也带大家进来逛逛。这边就是有各种代表性图案的文具，还有贴纸、吊饰等等的装饰物。这是有特别设计的英文字磁铁，还有像是积木啊、盲盒等等，有很多不同的款式。这里有发夹、发圈、小花跟橘子的造型非常可爱。这是用在洞洞鞋上的鞋扣，也有很多款式可以挑选。这是一些小别针，可以扣在包包上面。在对面的海边也可以看到海女雕像，海女是在17世纪为了填补男性劳力的短缺而出现的，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化。骑着骑着又看到了一间小店，这边也是各种济州岛文创小物的商店，一个是5000韩元，旁边还有回纹针，有鱼、牛跟乌龟、橘子等等的造型，也是蛮特别的。这边也是一些别针，然后有的图案是前面几间礼品店没有看到过的。旁边有一间可以抽签的小店，
一次是1000韩元。右边这间咖啡厅里面有几只可爱的猫咪。接下来来到的是下高水洞海水浴场，这边著名的就是海女雕像，而且沙滩的沙质很细，海水又比较浅，很适合一家大小到这边玩水。然后海滩上面也可以捡到一些贝壳。海水浴场的对面啊，有一些卖吃的小店，也有咖啡厅，可以一边欣赏海岸风景。旁边有冰淇淋店，还有便利商店跟小吃店等等。这边有咖啡厅、服饰店、小吃跟海鲜料理餐厅。对面种了几棵椰子树，配上后面的海景，特别有度假的氛围。这里也有可以租借韩服的商店，一次的话是25000韩元，会帮你拍摄海岸风景的背景，也有室内生活的摄影棚。右边这里也是一间咖啡厅。接下来走这条路会通往飞扬岛，它是一个跟牛岛连接在一起的小岛，然后这边可以从事一些水上设施活动，也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石头堆跟美丽的海岸风景。再回到牛岛本岛，旁边这间咖啡厅有贩售花生冰淇淋，这间是海鲜料理餐厅，有生鱼片啊、海鲜火锅等等。右边这个也是海鲜餐厅，旁边这里有卖花生跟花生冰淇淋。酒红色招牌这个是中国料理，有卖糖醋肉啊跟炸酱面等等。这个红色建筑也是海鲜专卖店，可以吃到章鱼、鲍鱼等等。右边的咖啡厅二楼这边座位可以一边欣赏美丽的海景，旁边有卖韩式料理，像是烤肉啊、煎饼。这边就来到刚刚左手边的草坪，可以走上去在这边散散步。下面这里就是黑沙海岸，是牛岛的景点之一，在这边可以眺望牛岛的头端和黑色的沙滩，也可以坐快艇体验，会载着你在这边绕圈甩尾。前面在退潮的时候才可以看到洞窟，据说以前曾经有鲸鱼生活在这里。旁边就有一些店家在贩售花生冰淇淋，因为牛岛很盛产花生，所以路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花生制品。其中牛岛王子的故事是一间受到很多网友推荐的商店，花生冰淇淋是将花生磨成粉撒在冰淇淋上面，另外一个口味汉拿风冰淇淋是上面淋上汉拿风橘子酱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。来到牛岛我很推荐来吃吃看，顺便找找看墙上有没有认识的明星签名。旁边这里也有一间礼品店可以逛逛，这间 Jimmy's Natural Ice Cream 是一个人气美食。右手边这间也是海鲜料理，Rich Mango 有果汁跟热狗、冰淇淋等等的点心。这间是咖啡厅，有卖拿铁。前面这间是海鲜餐厅，有鲍鱼料理。这里我们左转，我们往灯塔公园前进，沿着告示牌一路就骑到了。停好车之后，接下来这个地方要用走的，旁边有摊贩在卖纪念品。这里有一个超大的草原，也就是牛头峰，牛岛最头端的位置，可以登上去欣赏风景。你要走到灯塔的话，又走到那个位置。如果你有体力跟时间的话，可以看要不要走到那边。我这边就提供灯塔的照片给大家。旁边这边有卖一些伴手礼跟名产。这间咖啡厅有一些废金属模型，像是钢弹啊、蝙蝠侠跟大黄蜂等等的大型机器人。离开牛头峰之后，继续剩下的一小段环岛。左边的餐厅贩售的是一些西式料理啊，隔壁的话是一间餐厅。这间咖啡厅可以眺望济州海跟城山日出峰，风景非常好。
右边也是咖啡厅，还有卖一些小岛面包。前面这边就回到天津港口附近，也把牛岛环岛完毕啦。接下来就是回到租车的店家还车，领回自己的护照，千万要记得。我租车的店家是在看到这个雕像左手边的位置，这边有很多间租车店，也可以多方比较跟参考。再来就要准备回济州岛啦，要先把船票跟乘船申请书给工作人员，再走这边前往搭船，就跟来的时候是一样的，直接上船就可以啦。今天牛岛就介绍到这里，沿途有很多咖啡厅，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，看看风景非常chill。夏天如果来这里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，因为整个岛几乎没有遮蔽，骑车的时候会蛮晒的。我的环岛停留时间大约是3.5小时，推荐大家可以安排半天的时间来牛岛哦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